手术室去，其他的就不定。哎，那个老伯呢？已经送香港红十字会医院。哦，组长，石涛的他伤的怎么样？石涛没事，放心，没事，真的没事。先生，请问火灾是什么时间发生的？15:34。请问您带部队到那儿去干什么？这个问题还需要回答吗？总部要求尽可能配合香港警方工作。训练。请问有过实弹射击吗？没有。那么在训练的时候，您是否下令过使用其他的易燃品，比如说火药和发令枪？没有。请问您的部下有人抽烟吗？我们规定不许抽烟，包括在训练之外。那么我是否可以理解成为没有？对。请问火灾是怎么发生的？不知道。首长，您的药。哎，那您会怎么发现火情的呢？我们在训练，观察哨是发现在东南方有浓烟，然后是火光啊。那么是谁下令进入火场施救的呢？火光就是命令啊，火情就是军情啊。还用着下命令吗？苏帅，我们只想知道是谁下令进入火场的。我。上校先生，请您签个字。在这儿。上校先生，谢谢您，以后有事我们还会来找您的。好，再见。再见。警察不让进去。新窃取的人都在这儿吗？叫惠山医院提前启动，伤员都在这儿。烧伤的老伯呢？听说是在红十字会医院。哎，你去哪儿？我给你点意见，不要跟风，不要感情用事，要从香港法的角度切入。哎，你到底去哪儿？去我该去的地方。马赫，你是怎么搞的？捅这么大个娄子！副参谋长，马赫，我告诉你，这件事的严重性，你必须充分认识到，它有可能毁灭性的颠覆驻港部队在港人心目中的形象。我知道救火违了规，可火在那烧着，火里还有人呢，我就不相信。港人他就看得下去，他就宁愿人烧死，树烧煤，整个黑山化为灰烬。反正火我已经救了，龟也萎了，看怎么处置我，我接受。不是你接受就行了，事情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。那你要我怎么办？不行，我找副司令说去。副司令正在和港英方面接洽，向他们说明情况。你这儿做好准备，接受警方的一切调查。副参谋长，那我们出港参加对抗演习的事呢？指挥部已经把情况通报基地了，基地正在拿第二套方案。你们出港演习的任务取消了。
恐怕真正的问题啊，是这篇文章提出来的。哦，报告，进来。副司令，你找我。情况怎么样？所有伤员都做了检查，没有重伤。医院被大批记者包围着，他们要求采访何组长。另外，有人到警察署请愿，要求警署采取行动，拘传当事人。警方有什么行动？警方仍在调查。到目前为止，现场除了我们合成分队的人以外，就只有那位老伯。他现在仍然昏迷着，警方说他们只能等待。我们有没有可能在第一时间接近那位老伯？恐怕绝对没有这个可能，他目前仍在警方的掌握之中。中方联络小组和新华社那边正在和有关方面交涉，有关方面呢接受了我们的说法，但在问题没有最后定论前，他们只承认这是一种说法。问题是我们无法说清事情的真相。如果纯粹是要火灾真相，那并不难，事情总可以调查清楚的嘛。关键是有人并非为真相而来，所以真相没有出来之前，我们说的再多他也不会听的。是啊，但愿那位老伯能早点醒来，不然呢报纸上这些言论继续下去，误导肯定形成，到时候局面就无法收拾了。是啊。对不起，小姐，没有警局的通知，您不能进去。再说进去也没用，他昏迷着，什么也不能告诉你。他的家人呢？对不起，我无权告诉你。小姐，请回吧。对不起，十号病房的病人很不舒服，你可比去看一下。哦，好好好，我马上就去。